行书写的话，这笔画漏风居多，横细竖粗，横画间距基本相等，所以这个形状起笔要尖。注意轻重的对比变化，像右上方带的间距基本相等，上面间距小，下面间距大，上底下松。竖弯钩不要太粗，要稍微细一点。这竖画要高一点，横画要短一点，像左上方两个横稍微短一点，把右边这部分留出空间。